大家好，我是 Nina Cathy， 今天想教大家 Oliver 狗仔挂件，希望大家可以 subscribe 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多点 like 我们的教学影片支持我们。用到的材料有线、眼睛、鼻哥、棉花、胶水，用到的工具有钩针、铰剪、缝衣针。我们先勾头部，还原起勾第一行，将勾针都要在这个入针位入边，翘线拉翻出来，翘线拉个勾针十二针，在这个入针位勾六针短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六針短針勾好，將支勾針都入去起始位呢度。我哋扯緊線頭，橋線拉翻出嚟做花針引白。第一行勾好，我哋而家開始第二行。小針鎖針當起立針，在同一個入針位勾兩針短針，在下一個入針位。勾两针短针，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，总共勾六组，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六组单元勾好，将支勾针都入去。起始位呢度，橋線拉翻出嚟做花針引白。第二行勾好，我哋咧而家開咗第三行，小針鎖針當起立針，在同一個入針位勾針短針，在下一個入針位勾兩針短針。第一組單元勾好，我哋咧而家開咗第二組單元下一個針位。勾针短针，下一个针位勾两针短针。第二组单元勾好，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，总共勾六组，第三组，第四，第五，第六，六组单元勾好，将支勾针都入去起始位呢度，橋線拉翻出嚟做花针引白。第三行勾好，我哋咧而家开咗第四行，小针锁针当起立针，在同一个入针位勾两针短针。左下两个针位勾两针短针，第一组单元勾好，我哋咧而家开咗第二组单元下一个针位勾两针短针，下两个针位勾两针短针，第二组单元勾好，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，总共咧勾六组。第三，第四，第五，第六，六组单元勾好，将支勾针都入去起始位呢度，橋線拉翻出嚟做花针引白。第四行勾好，我哋咧而家开始勾第五至第十一行，小针锁针当起立针，在同一个入针位勾针短针，下一个入针位勾针短针，下一个入针位勾针短针，我哋咧按照相同嘅方法，一针对应一针，每一行咧勾24针，总共咧勾7行。
第十一行的最后几针勾好，将只勾针都入去起始位呢度，其时拉翻出嚟做花针引拔。第十一行勾好，我哋咧而家开始第十二行，收针锁针荡起立针，在同一个入针位，勾针短针下一个入针位，勾针短针，我哋咧将下两针并为一针。第一组单元勾好，我哋咧而家开始第二组单元。下两个针位勾两针短针，将下两针并为一针。第二组单元勾好，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，总共咧勾六组。第三、第四。第五、第六，六组单元勾好，将只勾针都由起始位呢度翘线拉翻出嚟做花针引发。第十二行勾好，我哋咧而家开始第十三行，收针锁针荡起立针，在同一个入针位，勾针短针，将下两针。并为一针，第一组单元勾好，我哋呢个开始第二组单元，下一个针位勾针短针，将下两针并为一针。第二组单元勾好，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，总共咧勾六组。第三。第四、第五、第六，六组单元勾好，将只勾针都入去起始位呢度，翘线拉翻出嚟做花针引拔，就勾针上面嘅线拉长少少，然后我哋再喺呢个位装少少棉花。棉花装好，第十三行勾好，我哋咧而家开抽第十四行，将只勾针都入喺呢个入针位入边，一针锁针荡喺立针，将第一同埋第二针并为一针，将第三同埋第四针。并为一针，将第五同埋第六针并为一针，将第七同埋第八针并为一针，将第九同埋第十针并为一针，将最后两针第十一同埋第十二针并为一针。留一段大概30cm 左右的线头，将条线剪断，将条线抽出来，将线头穿在缝衣针入面，沿住这个位置做闭合处理。狗仔的头部呢就勾好，我哋咧就勾耳仔部分，环形起勾第一行，将只勾针都入去呢个入针位入边，翘线拉翻出嚟，翘线拉勾针上面一针，在呢个入针位勾六针短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六針短針勾好，將只勾針都入去呢個入針位入邊。我哋斜緊線頭，其時拉翻出嚟做花針引拔。第一行勾好，我哋咧而家開始第二行，收針鎖針當起立針，在同一個入針位勾兩針短針，
再下一入針位，勾兩針短針。第二組單元勾好，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，總共勾六組。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六組單元勾好，將支勾針都有起始位呢度，橋線拉翻出嚟做花針引白。第二行勾好，我哋咧而家開咗第三行，將針鎖針當起立針，將同一入針位，勾針短針喺下一個入針位，勾兩針短針。第一組單元勾好，我哋咧而家開咗第二組單元，下一個針位，勾針短針，下一個針位，勾兩針短針。第二組單元勾好，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，總共咧勾六組。三、四、五、六。六組單元勾好，將支勾針都入去起始位呢度，條線拉翻出嚟做花針引白。第三行勾好，我哋咧而家開始勾第四同埋第五行，將針鎖針當起立針，即同一個入針位，勾針短針，下一個入針位，勾針短針，下一個入針位，勾針短針。我哋咧按照相同嘅方法，一針對應一針。每一行咧勾十八針短針，總共咧勾兩行。第五行嘅最後幾針勾好，將支勾針都有起始位呢度，橋線拉翻出嚟做花針引筆。第五行勾好，我哋咧而家開始第六行，收針鎖針當起立針，即同一個針位勾針短針，下三個針位勾三針短針。將下兩針並為一針。第一組單元勾好，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，總共咧勾三組。第二、第三。將支勾針都由起始位呢度橋線拉翻出嚟做花針引白。第六行勾好，我哋嚟緊開咗第七行，收針鎖針當起立針，再同一個入針位，勾針短針，下一個入針位，勾針短針，下一個針位勾針短針。我哋咧按照一針對應一針喺呢一行上邊咧勾十五針。十五針短針勾好，將支勾針都由起始位呢度橋線拉翻出嚟做花針引筆。第七行勾好，我哋咧而家開始第八行，收針鎖針當起立針，再同一個針位勾針短針，喺下兩個針位勾兩針短針，將下兩針並為一針。第一組單元勾好，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，總共勾三組。第二組。第三。三組單元勾好，將支勾針都有起始位呢度橋線拉翻出嚟做花針引筆。第八行勾好，我哋咧而家開始第九行，收針鎖針當起立針，再同一個入針位勾針短針，下一個針位勾針短針，下一個針位勾針短針。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，一針對應一針喺呢一行上邊咧勾十二針短針。
12針電針勾好，將之勾針都由起始位呢度翹線拉翻出嚟做花針引拔。第九行勾好，我哋咧而家開始第十行，收針鎖針當起立針，再同一個入針位，勾針短針，下一個入針位，勾針短針，然後將下兩針並為一針。第一組單元勾好，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，總共咧勾三組。第二，第三，三組單元勾好，將之勾針都有起始位呢度，翹線拉翻出嚟做花針引拔。第十行勾好，我哋咧而家開始勾第11至第15行，收針鎖針當起立針，再同一個入針位勾針短針，下一個入針位勾針短針，下一個入針位勾針短針。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，一針對應一針，每一行咧勾9針，總共咧勾5行。第15行的最後幾針勾好，將之勾針都由起始位呢度翹線拉翻出嚟做花針引拔。第15行勾好，留一段30cm 左右嘅線頭，將條線剪斷，將條線抽出嚟。耳仔嘅部分咧就勾好，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，總共咧勾兩隻耳仔勾好。如果大家咧中意我哋嘅影片，可以去翻 YouTube 上面 subscribe、like、follow、comment 同埋 shar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。多謝大家收睇。